1937年7月，天津人杨乙高中毕业，他的成绩让他能够保送南开大学。毕业典礼以后就是7月份，然后77就事变了。给日本给就扔了炸弹，炸中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没有。作为南开大学外语系大一新生，杨乙无书可念。几个月后，他得知由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是决定乘船离开天津。我们送给学校的纪念品呢，每一个班都送纪念品，我们送的是一个旗杆，可是没想到旗杆没多久就挂上日本旗子了，是吧？这个我们就跟我们的老师说，我说等着我们挂上我们中国的旗子，我们就都回来。杨乙取到香港，经水路前往越南海防，再换乘火车前去昆明，这也是当时很多清华、北大、南开师生选择的路线。从海防就坐火车，我们没坐过那样的火车，就是这个。我们叫闷罐车，就是行李车。再近的云南的边境，我们就站起来唱那个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唱松花江，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啊，那时候是热泪盈眶，总算回到中国的土地。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援引了竹篮，把船横渡过小溪。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是那个女孩子。是你邀到鼻气庵当和尚吗？明子点点头。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泼水的声音。中国各处的宁静都终结于1937年的炮火。这一年8月，淞沪会战上海告急。生于1920年的江苏高邮人汪曾祺正读高二，不得不告别江阴南京中学，辗转借读于淮安、扬州、盐城。战时日紧，一家人流落到高邮远郊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这就是后来受戒里的鼻气庵。到9月还是多少个开始，可以到11月，这个时候日本人已经沿着京沪线要往南京打了，所以学校已经奉命解散。所以学校就是悬崖一上提，大家都哭啊。刘英的女儿也上台去，你说尊刘英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美光，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Japanese bombers appear over Nanking.The populace becomes panic-stricken. Shanghai has fallen. Supplies for the Chinese troops have to be shipped overland from the south, from Canton. 我是1921年4月18日生的，37年12月13日离开南昌。为什么记得这里呢？因为1937年12月3日，日本占领南京，大屠杀，结果南昌震动。经过
金华，民国城来讲过金华，到了南城、九江，然后换成船到了武汉，然后再往上走呢，就我们到了宜昌，宜昌再往上走，因为这个时候是大量的人呢往重庆撤。生于1924年的宁波人郑哲敏，后来又流落到山西、陕西和成都金堂县农村辗转求学。九江电厂跟纱厂附近，他就是专门来轰炸，我们家就在附近，所以每天都来，有的是来三家，有的是来九家，有的来27家。不但扔炸弹，看到人群他就扫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从家里逃出来。1927年，生于江西瑞昌县的潘继銮跟随父母从九江逃到赣南，再逃到湖南，再逃到广西，最后从贵州去往云南。昆明的九月正是雨季的尾巴，雨季的尾巴就是孔雀的尾巴，是最富于色彩的美丽的。新校舍背后向北边看，五里开外就是长重峰，山色便是墨绿的，山脊上那一条条的黑岩是清清楚楚地嵌在这大块绿宝石里。这是出版于1946年的回忆录式小说《未央歌》里的文字，作者陆桥本名吴讷孙，和杨乙同岁，也都来自天津。吴讷孙原本从南开中学保送燕京大学，却在毕业后的只身游历中跟随长沙临时大学来到昆明。与此同时，许渊冲从江西考入西南联大外语系，和杨乙、吴讷孙成为同学。我的学号就是 N， 南开呀、N， 清华是 T， 北大是 P， 我们班好像就我一个人是 N 二一字。像是许渊冲他们考进来的是连字号 ，P 字好吧 ，T 字香，啊 ，N 字没人要。吴讷孙、许渊冲这些外省学生，满眼是从未见过的云贵高原风光，而在昆明人的眼中，他们也是新奇的风景。这其中也包括生于1921年的王希济。我们叫他外省人，对我们本地人呢，不太看得起。哎，大学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味道，有礼貌。我记得一个标准，就是穿那个棉布的大衣。昆明以前从来没有过棉布大衣。王希济经过跳级，从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而郑哲敏和潘继銮先后以各自考区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他的学弟。那个时候就是选公立报国，挨打或者什么，总是你公立不行啊，造不出炮，造不出舰。我的学号是523。1939年夏天，汪曾祺沿着和杨乙几乎一模一样的路途，进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而生于1918年的浙江绍兴人刘元子，则通过转学进入西南联大外语系。829，好像那个谁是吴宁坤是230。喜欢外语吗？外国文学啊什么，我就报了外语系。1941年，17岁的北平少年邓稼先，
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号 L4795。 在昆明，他与曾共同就读北平崇德中学的好友杨振宁重逢。邓稼先跟我这个关系特别密切，虽然在崇德中学只一年，他就变成我的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我们气味相投，你可以这样讲。1942年，17岁的王汉斌跟随华侨青年战时工作队从缅甸撤退到中国云南。不久前，他在仰光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革命以后啊，当时是组长决定是要我到延安了。到延安的路啊断了，走不了了，所以专门来通知我，让我考西南联大，还一考就考上了。就这样，中国各地的学子历经各自的颠沛流离，终于在陌生的内陆高原与自己的大学相遇。太阳虽依然明朗地照着，热力却似忽然失去了。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他们躺在自长沙带来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阳光，正松松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富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的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衣单，忘了吴家，也忘了机场，确实快乐的和王子一样。原来都是坟地，那么一块荒地在西门外，从那儿开始建的房子。小急脏乱，教室是铁板房，钢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的，是糊的竹纸。叮当叮当的，一下雨它就响。听课，一个教室大概有20-30人，学生的桌子跟椅子是一个东西，就是羊腿椅子。一个椅子，这个拐出来一个羊腿把，羊腿把就是放书的地方，记笔记的地方，比我中学差多了。学生宿舍呢是茅草房，一个茅草房就住40个人，40来人挤在一个大房间，上下铺的，两张床一对，就是个小隔间，但是中间空间很小，也就这么宽。灯没有，上面的人到下边来看，借着那个窗户的光。哎呀，这个臭虫啊，飞出去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浑身都痒。咬过也浑身咬你，他就得要挂帐子有问题了，挂帐子有帐子在缝里头长长臭虫。你把它咬死了的话，全是血。捏死了以后，它带那个蚊子味儿的。然后我们就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就装到瓶子里头，它在里头还下籽儿呢。慢慢的就，反正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是处于
和平共处，他们基本上不能洗澡，而且在昆明呢，说实在四季如春，洗不洗澡也都无所谓。西南联大的女同学吃胡萝卜成风，这是因为女同学也穷而且馋，不知道是谁提出胡萝卜还含有微量的砒，吃的可以驻颜。他们一边弹着克里斯汀娜罗塞蒂的诗，布朗迪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那吃的那个饭叫八宝饭，它那是红米，里边有稗子、谷子、什么麸皮、石头子儿，甚至也还有耗子屎。我们抢不过男生，自己的饭盆啊，反正就是搪瓷的盆什么，它远远的像飞镖似的，以后一飞。有一个技术，先盛半碗，赶紧吃完。头一碗他装的不多，他很快吃完，然后他就放一个飞。可以吃一碗饭，要不然呢，你盛一碗，第二碗就没有了。文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文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文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大。我跟文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得只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是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描写的西南联大的上课场景。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开了十来门课，《诗经》《楚辞》《唐诗》《古代神话》等，最教座的课是古代神话。不单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文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文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汪曾祺入学的时候，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就读于西南联大文学院外国文学系的荣婉毕业。他的老师和同学纷纷为他誊写诗文和寄语。流言册中，陈寅恪心事重重：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朱自清豪气干云：何必三竿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吴宓看来心情不错，壁边上有桃源地，好景天南春正浓。闻一多则以之前在《乡前滇征途》中录下的贵州安顺民歌相赠：一条大路通云南，去时容易转时难，去时羊雀未下蛋，转时羊雀叫满山，尽显潇洒豁达。这些在中国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人，在当时无非就是西南联大那些从大一到大四的本科生的教师。
记得很清楚，有大一国文，大一英文，微积分，大一物理。国文啊，英语叫做公共课，大家都要通过。如果不及格了，那就不能升。这两大院界不分院系，一律重在待遇，所以我跟杨振宁同班。我所念的大一呢，是跟叶公超先生念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位现在还在的，叫做许元冲。从事到联大就是混这一班，他就坐在我旁边。我的国文是两个老师，最有名的老师叫的朱自清。朱自清有助教，但是他并不让助教改我们的作文。我们的作文交上去后，朱自清亲笔修改。朱自清文艺多，沈从文这个挪用了所有的大一国文系教授，一年级都开两个礼拜课。诗词歌赋，古今中外都有。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从同学方面来说，他们都是老师，平时一律称为先生，随时随地大家都尊敬地叫梅先生、文先生、吴先生、叶先生、沈先生。这是生于1915年的浙江温州人赵瑞红关于西南联大老师的文字。当地主课都是系主任讲的，中国通史吴晗，社会学史魏孝通、潘光旦。他戴个白雷帽，戴着帽子是很不礼貌的，所以他就先说我不能摘帽，因为我眼睛不好。那我们就想，那你戴帽子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内在的关系。他老踏那个鞋，就是从来这鞋就是贴着，那么这也无所谓。结果呢，他那个常常就是后跟都破了，露了个后跟，扣子呢常常也扣错。可是讲课那真的是非常好，我从来不带稿子，上来呢就跟我讲。本书也写得很漂亮，他衣冠楚楚，他上课非常严肃，可以说他是没有一句废话。他讲的话如果把它记下来，就是很好的一部著作。在一个乳香的清晨，我独自一个人在长满秋草的山径上散步。我看见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外国人，手里拿了一根手杖，肋下携了两瓶红葡萄酒，外衣上一个大口袋里装满了火柴和大英台烟卷，另一个大口袋里插着三四本书。30来岁的威廉·燕普森的最初形象在赵瑞红的记忆中定格。这位来自剑桥的剧作家、诗人和艺术评论家，几年前刚刚写出了改变现代式历史的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1937年，燕普森横跨西伯利亚来到中国，在西南联大教授英国文学。上课铃响了，一根红彤彤的鼻子带着外面的雨衣突然闯进半掩的门里。我们的诗人一进门便开口急急忙忙地说话，一说话便抓了粉笔往黑板上不停写字，然后擦了又写，又抬头望着天花板窝窝地嚷着，弄得大家在肃穆的氛围里蹦出欢笑的火花。作为1936级的清华学长，赵瑞红见证了西南联大
从长沙到蒙自，再到昆明的离乱弦歌，也得以享受系里为大三学生开设的欧洲名著选读。这门功课上起希腊，下起近代，选出11部名著，由9位教授分担讲解，再由学生自己在课外精读。钱钟书先生的《荷马史诗》，吴宓先生的《柏拉图》，莫盼琴先生的《圣经》，吴可读先生的《但丁》，陈福田先生的《十日谈》，晏卜孙先生的《堂吉诃德》，陈全先生的《浮士德》，文嘉嗣先生的《忏悔录》，以及叶公超先生的《战争与和平》。我们过得很沉重，却又很愉快。在这些先生中，有一位最有趣、最可爱、最可敬，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诃德型的，是吴宓。他讲《伊安篇》中关于狂树状态、灵感、失神时，讲得有意思极了，引起全班哄堂大笑，而他自己也微笑不止，有点自鸣得意的样子。但是我们不觉得特别好，他因为说话口发音陕西调。对对对，我他那个英语是一口陕西英语，我们认为不地道了。吴宁坤老是逃课，吴宓忍无可忍，托人捎话，再不上课成绩就不及格。再不上课就我就不及格了，喝了我就上课，我没办法了，只好就上课。读大二的杨乙，在西南联大学生社团高原文学社的一次文艺晚会上，结识了大四的学长赵瑞红。尽管对吴宓的评价并不相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2年之后结为终身伴侣。对杨乙来说，彼时印象极好的先生却是没有教他的沈从文。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钱士斌、北大旁听生、破产报馆主编沈从文经人推荐受聘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副教授。沈氏开课3门：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正是冲着心仪已久的湘西偶像，1939年夏天，汪曾祺才告别江南，来到云南，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每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每次上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本走进教室，把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寻来的书交给学生。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型书抄在云南竹纸上，抄成了卷成卷儿，上课时发给学生。看沈从文我们是很喜欢，他写的作品我们也喜欢，他就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安安静静的作家啊。在昆明的最初几年，生活清苦，却也宁静自在。物理系借用昆华学校的校舍，杨振宁和邓稼先经常在东墙根底下的大树下念古诗。一个人背诵，另一个拿书对照着看。而同是江苏同乡的汪曾祺、乌宁坤则喜欢结伴逃课，去泡茶馆。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往西折向南，
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那是小年轻宝儿的铅笔一支钢笔一支是吧，就大家都要看的书。我茶馆站一张桌子坐下来，从早坐到晚了。有一个姓陆的同学，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联大呀，是一个最自由的这个地方了。你愿意在外头再搞什么，没人管。你只要把课内的事儿完成了，你爱你，哪怕学到什么恶文的什么，没人管你。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知识分子在一起，都是有独立的人格。西南联大校门左侧的一面围墙，本是小广告粘贴区。自1943年起，陆续出现了几种壁报，最初只是手抄小报，后来变成设计精心的大报。1944年春，一份名叫《现实》的壁报出刊。我办壁报，《现实》壁报是学校第一个报纸，时事。国家的大事，我的壁报一出来，就是一成群人在那里看了。在这些报刊的传播和闻一多、吴晗等知名教授关于民主爱国的时事讲演感召下，越来越多的西南联大学子开始关心和投身政治，西南联大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整个联大是充满了民主、开放、活跃、向上的气氛。在课外呢，我参加了很多社团，高声唱、合唱团、聚义社、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等。虽然我只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一段真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对我的一生有深远的影响。抗战前夕，从贵阳来到昆明的彭佩云是西南联大最后一个年级的学生。在他就读社会系一学年后，1946年七月，西南联大结束抗战使命，北返平津。彭佩云与王汉斌也结伴离开昆明。此时，这个介绍他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学长，已成为他的恋人。当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爱国，无论老师，无论同学，无论是从大后方来的，甚至是从沦陷区跑去的，无论是家庭比较富裕的，很穷困的，大家都是一心就是抗战要胜利，国家要富强，要民主。1945年春天，23岁的杨振宁考取清华大学庚款奖学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3年以后，他在这里迎来西南联大的同窗好友邓稼先。那个时候，我租了一个小的公寓，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在那个公寓里头待了一夏天。那个是我最后跟邓稼先长期在一起的时候。然后第二年50年，邓稼先就得了博士学位，他就回国了。
1971年，与西南联大的学弟李政道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回到中国，见到了阔别22年的邓稼先。在这以前，他已知道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研发事业的学术领头人。杨振宁问邓稼先，有没有美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工作，像美国谣言传说的那样。邓稼先说他觉得没有，但是会再去证实一下。不久以后，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来信，说他已经证实，除了最早于1959年年底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中国核武器工程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离席去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23位科学家2弹1星功勋奖章，其中有8位出自西南联大。1938年，任教西南联大物理系的赵九章，1938年以北大物理系研究生身份在西南联大半工半读的郭永怀，1938级物理系本科生陈方云，1938级机械系本科生王希济，1941年任物理系助教的杨家池，1941级物理系本科生邓稼先，1942年由中央大学转学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朱光亚，1945年在西南联大开设航空专业课程的副教授胡守鄂。2弹1星功勋奖章颁奖之时，郭永怀已经离世31载。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从青海基地赶回北京的途中，飞机失事坠毁。郭永怀的遗体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研究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1986年7月29日，长期受到放射性物质伤害的中国2弹元勋邓稼先在病痛的折磨中离开人世。在给邓稼先夫人许露西的电报与书信中，杨振宁如是写道：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当获得2弹1星功勋奖章的西南联大师友渐次离世后，96岁的王希济依然每天会在工作岗位出现。我们希望这个能够产业化，是不是？一产业化以后，我们其实价值就大了。两位机械系的学弟都已年过90，同样还在工作。中国爆炸力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的郑哲敏，因阐明爆炸成型的机理和模型率，解决了火箭重要部件的加工难题和
和重大工程建设核心难题，于201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将亚氟焊应用于核反应堆制造，完成了中国第一套核反应堆焊接工程的潘季銮还在不断创新，研究成功电子输焊机、电弧传感器、核电站焊接技术、高铁铁轨焊接技术等。用他的话来说，他从来没有失败过。你图什么呀？你说那个时代图什么呀？很勤奋，就是很勤奋。勤奋的目的也就是一种救国嘛，大家救国嘛。本堂孝国里边有忠心业，惜人节。我就是想做一个人子，能够为抗战出力，能够为建设出力，能够为民族伟大的复兴出力。多年以后，台湾歌手黄淑俊创作歌曲《未央歌》，向原作致敬，风靡一时。人们于是求教于在耶鲁等学府执教艺术史的吴讷孙。吴讷孙说，《未央》由出土汉砖上的“千秋万世，长乐未央”而来，为往圣继绝学，真正的大学才能让中华文脉不断。多年以后，王汉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修订、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彭佩云则长期致力于中国妇女儿童事业。2004年，联合国授予他特别贡献奖。多年以后，汪曾祺写出了很多像沈从文一样平淡的、没有脑壳打架的文字，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那些外语系的同学们，赵瑞红翻译了《红与黑》，杨乙翻译了《呼啸山庄》，乌宁坤翻译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刘元子翻译了《人类的故事》，许元冲则用他我行我素的方式翻译了《诗经》《楚辞》《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2014年，国际艺联把亚洲第一个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授给了93岁的许元冲。我就说明我的根源跟这里有关，根源是文艺多这东西。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 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做得最好。
保留了几十年了。从昆明带到北京，你们见过这种纸吗？我当场的笔记你可以看看，我用蘸水干笔写的，二年级上学期。校章啊，学校的同学的学生带的，七十多年保存的好好的。在旧址中那些中心也洗了些便宜成似乎抓坏难测。平常我还是查得比较准确的，就是第一天进联大的第一天，这个就交叉了，就交叉了。这个联大忘不了。透过了苍郁的古木枝条，看见天色宁静极了，晚霞、山水、花草，一切因日光而得的颜色又都及时归还了夕阳。这醉人的一切是昆明雨季末尾时每晚可得的一杯美酒，为它而沉醉的人们，直到静静的星儿们眯着眼来笑它的时候才突然惊醒，摸着山径小路，踉踉跄跄地回家。